真正的爱情是信任，不是猜疑，是给予，不是索取，是互爱，不是依附。只有用真诚、真心、真情对待彼此，才能收获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。老婆，他在那样无理取闹，那样蛮不讲理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选择离开。可能我们两个都需要冷静一段时间吧。还有小凡，其实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他这么跟我说，我真的挺感动，我也真挺感谢他这么长以来对我做了这么多让我感动的事儿。首先我得先谢谢他吧，我希望他回家找个好工作，找一个真正爱他的人，我能找到他的幸福吧，祝他幸福。你知道女人什么时候最强大吗？女人真正最强大的时候，是在她故作示弱的时候，她是最强大；而女人最软弱的时候，是女人故作坚强的时候，是最软弱的。该独立的时候独立，该情不自禁的时候就放开的情不自禁。但是记住，只有对自己最亲的人，才可以肆意的撒娇，好吗？对别人不要这样。祝你幸福，再见，请回。